乔大哥，刚刚那个故事我还想听。后来那孩子磨完刀，就听见那母亲低声地对父亲说，富儿偷钱买了柄刀，却不肯承认。让他去吧，咱们一向是委屈了他。风儿，怎么跌得这么厉害？爹，我没偷钱，这把刀子也不是买来的。你娘多事，钱不见了有什么大惊？大惊小怪的场面，还痛不痛？还好，我真的没偷钱。爹知道了，忙活了几个时辰，先去吃饭吧。我不饿，我先去睡了。小孩子把大夫刺死了。第二天大夫的家人才发现他死了，可是大门深锁，于是他们就怀疑是家中自己人干的。闹了几年，这大夫他们家也就此破了。后来这成了许家集的一件疑案。许家集，这个大夫便是这个镇上的人。是，这大夫姓邓，他家就住在镇西。这个大夫看不起贫穷人，不把穷苦人当回事，虽然很讨厌，但是也罪不至死。乔大哥，你说的这个七岁小孩，他真的把人杀了？你说的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吧？这是真的故事。这个孩子那么凶残。我就是那个孩子。乔大哥，阿朱胡说八道，你别往心里去，阿朱不是有意要说这些的。我这么下手不容情，是不是因为我是契丹人的缘故？你别胡思乱想，他踢你亲娘，你从小英雄气概，杀了他不为过的。不但是他踢了我娘，还害我受了冤枉，我生平最受不得冤枉。我爹，我娘，还有我师父，他们的死，这三桩罪都安到了我的头上。到底是何人要如此陷害我？乔大哥，我觉得他们一定是造谣污蔑。你为人慷慨仁义，就是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丫头也照看得如此好。倘若我真是契丹人呢，你还会受我看顾吗？契丹人汉人都有好坏，乔大哥这般用心照顾，便是阿朱的福气。我出去一会儿，即刻回来。小心。